Hello，我是 Kai，今天我们要来玩 Durango，Yes，开始啦。首先，这个就是一开始游戏的画面，它是类似于一个好像故事这样啊。你可以看到我们是在火车，哈，就是很多生存游戏一开始都这样。OK，到底要做什么？它好像在下载这东西，再等一下吧。啊。其实是可以按了的，下面是说还在下载这一些东西啦。现在是我可以选择做，就是要做什么职业这样吗？Office worker，刚才那个是兵士的意思。Job seeker，寻找置业的人。Engineer，工程师，两个都是 engineer 吗？哎，不是哦，不一样的哦，这个是 Cook 部还是 Cook 部？不过他说他是煮菜的，这个女士就是君哦，就是男女啦，其实分，只是那个外他们的样子不一样。Attendant 就是可以做衣服的，这位呢，office worker 一样啊，就是公司的员工，就是煎东西，farmer 种菜的，哈，难道是我最喜欢的？两个都是中差啦，还有呢，attendant，这个是做衣服了。刚才那个 engineer 工程师，还有什么 student 学生？哦，学生就是好像去收集那些东西，有点像好像学习一些关于这个叫什么生物嘛，哈，生物学的东西。job seeker。Job seeker 感觉是好像防御，他这里是讲十等的 defense。我要想一想，因为兵士的话一定是攻击的了。选择这个工程师其实就是让你去做武器呀、啊，他有点像 blacksmith。就是铁匠嘛，叫什么匠？铁匠师啊，还是什么鬼？Office worker 建东西是蛮帅的，他的样子，好像以前有个游戏啊，Run Online，哈，那个游戏就是好像玩古惑仔、飞仔的游戏，不过没关系啦，我们选这个啦，中差，他这个人黑黑这样，都不像农夫的样，Play with this character，Draw your finger towards，就是用你的手指去控制它。其实，所以我们用这个 mouse 来玩呢、啊，也是没问题了。所以他叫我们去什么？去那个车，就是拿东西吃嘛。哦，还有过来的，讲什么嘞？要爆炸？这些人说不懂哇，原来这样大的，有一些发生了，我觉得很什么，我不知道要做什么，不想什么。不好意思，我的那个就是项链掉在那个椅子下面了。OK，就是我拿不到，你可以帮我吗？这个小女孩说。所以我要怎样？来这里吗？点击它吗？Search nearby，就是找附近，另外一个是远距离的找。找到了，给它吗？OK。一币，谢谢你。这个是我母亲给我的一个礼物，我很怕我就是弄不见。这故事呢，其实有点像《Train to Busan》失速列车。谢谢你，就是母亲教我那些什么，一定要回报啊。所以这个东西就给你吧，你应该读一读，非常的有趣，就带着它吧，在那个火车停止之前。哦，之后再给回他的意思，拿到了这个百科全书了，然后他叫我就先去。那人一直在讲话，不是讲什么？哇，飞贼吗？这些全部好像要打架这样。哦，哇，很大的，原来很大的。我一来以为只是一格，我以为就是一格，他就会突然好像爆炸这样，因为有看过那个预告是知道会爆炸。哇，这里还蛮漂亮的。问他吧，要吃什么吗？我觉得喝苏打吧，苏打，soda，OK，
OK，你已经就是没有这样口渴了，哦，还要吃，吃了 soda 再吃 burger 啦。不好意思，你从哪里拿到那本书的？我的侄子啊，不懂侄子还是侄女也是有一个，也是很喜欢。然后我就解释那个情况给他。哦，看来你已经遇到了我的侄女啊。就是他在寻找他的父亲，我希望他没有打扰到你。他就是很话很多的女孩。那个书好不好？恐龙是不存在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这样喜欢。哈，如果恐龙存在的话，我很想看到他。现在就给你看了。哈，来呀来呀，请冷静一点，这位女生来的原来是，然后这里讲有一个就是 emergency 啊，紧急的那个通知，对不起，I'm sorry，抱歉，你有没有带我的侄女来这里？我不能离开这里，我觉得我不应该问，不过你可以帮我吗？You better hurry check，就是去查那个女生在哪里，哈，就好像电影这样啊，找自己的女儿。就是要找他在哪一边，结果又哇走回去哦，那个小孩的恐龙，哈，check 一 check 那个桌子，这恐龙就是浏览过的标志，OK 代表性的东西，哈，每个人都什么？Vanish 是什么？check 一 check 下一两次，他的意思是什么？被盖住了吗？压住嘛，这些人，哦，一气，我们被攻击，我们需要就是后背 back up，哦，不懂什么龙啊，这样大只，看来那个什么，那个男子知道发生什么事，emergency S，哪里有 S 没？他是讲有那个斧头，哦，这里，做什么？过不去的，哦，grab。拿了，grab 吧，你还这样慢的，慢吞吞的这样拿，哈哈，因为我没有接近到，OK，拿到的是斧头啊，进去，哦，他突然走很慢啊，这个人物，刚才是跑着去，哦，迅猛龙啊，攻击啊，冲过来嘛，哇，现在我们不是遇到 zombie 啊，哈。Attack the raptor，攻击这个迅猛龙。我们需要停止这个受伤的恐龙啊，就是 tap 一 tap 它，开始攻击，按一按这个，这样我们就是攻击了。Before the dinosaur，就是在恐龙用攻击之前，有一个黄色的光会发亮啊，就是在地面哦，它地面有发亮，就是好像警告你攻击。所以我们要用防御来闪这个攻击，然后就是要预测他下一步按钮，在他攻击之前按一按哦。原来是这样，prepare，在你防御自己了之后，就是拿这个好优点啊，就是趁机的去攻击他。OK，可是我倒地哦，现在是，哇，一刀咬死。你已经学到攻击的基础，现在用一种就用就是防御和攻击结合在一起打这个，可是我还没打到，已经有这个什么，哈，什么龙啊这个，都还没打到就出现了，哇，他吃掉这个吗？嚯！还有 slow motion 的，哈哈，就是这样了。结果我们就进了一个恐龙的世界嘛。到底他要怎样解释？哦，开始吧。这个是哦，还有动画的，哈哈，这个应该是跟他 YouTube 一样了。Durango 主角。可是我不是这样的样子的吗？他预告是做得很好了，因为
在很久之前就做了，所以就来到了一个这样的世界。这里有很多人，其他玩家不止我罢了，所以是火车上的人吗？哈，哇哦，开始要建物资了，煮东西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业，农夫。其实我有一直看其他人玩了，因为已经开始了，在韩国那边。然后他的那些系统呢是蛮多东西，也可以说是蛮复杂的，哈，要研究那种了。OK， 难道一来我们是抓迅猛龙？哇，这是什么暴龙哎？我还以为什么鬼，我以为是甲龙那种，看到好像很可爱，因为它的样子。原来不是皮打什么铁啊，吼，还要戴面具，不冰死。工程吗？哈，工程技。OK， 现在才可以让我们去，就是选择自己角色的样子。我们就来看看吧，这里我觉得我会很花时间了，通常了，因为在创建的时候就是会犹豫不决。来吧，慢慢来。好吧，我觉得就是这样吧。这个图片是自己选的了，你可以看到，当你选了什么颜色的眼睛，它这里也是有立刻展现出来。然后呢，其实它颜色方面是真的很多选择。哇哦，后面还可以改。哇，我服了他，可以换这样的东西。颜色方面真的很多，像你看到我的衣服这些颜色都是自己慢慢这样改出来的。而且你连你的图叫什么，这个头像都可以做这样多改变，厉害啊。身体我就调到最高，就是很大只，浩克这样大只。你可以看到其实他是很壮的，这些大概都是这样啦，头发发型那些。OK， 我觉得可以开始了。Nice character name KYE 923，确定 complete， 可以吗？ Yeah， 进入。到底一来是怎样的？我们在什么地方？地图是如何的呢？还在等着。Uncharted Island， Year Unknown。不知名的那个年份了，不过这么叫 Uncharted 的，哈，有关系到那个游戏吗？秘境探险。哦，所以我的衣服是烂的，有一只狗。Wongil。哦，有人来救我。OK，Good job，PR，PR 应该是那只狗了。这不是我可以，就是可以 handle。我怎样讲呢？处理到的事情吗？哦，他是讲很多事我都可以处理到，这个人应该还没有事的。One, two, three， 哇，要救我！感谢上天，你已经活了，活起来了。你听到某个人的声音，然后你要动，慢慢来。你记得你的名字，你来自哪里吗？当零的时候，你就会死了。要用这个就是补血，要用 Medicine 药来补血。欢迎来到 Durango， 忘记你之前，就是忘记你回去你知道的世界。吼，你一定很什么，感觉很混乱啊。先拿一些食物生存吧。这个是我们的那个体力。OK， eat the food， 这样吃。就是这里按一按，这个是 corn 吃，这一束熟吧。他在讲什么？吃了吗？哦，还要按的 back 啊，没有按到吗？还是要哦，一只刺啊，他的意思是还是做什么这么不能的 lock 住的关系，还是什么这么这样好笑，这样吗？哦，可能他锁住啊，他不让我吃。
不同的食物就是加不同的东西啊。然后我看哦，火山要爆了，在一个地方叫安科拉，那边有一个船呢、在哪里？北部，他会就是指导你跟着他吧。我必须去找其他人了，如果有任何的问题，就跟我说吧。我们拿到了一个 walkie-talkie，就是讲话的。I'm K，哈，原来他叫 K，这样我们是同名的，我差不多。Yup K，Just K，很容易记是吗？就是等下再见。I'm Kai，哈哈哈，我都还没打招呼哎。OK，所以我要跟着这个狗嘛。他是讲跟着一个鹤，不懂是谁。他是说跟着狗啊，我跟住你了，你可以走吗？你听到我吗？你就是会找到一个沙滩，跟着狗吧。这狗的名叫 Pia，我还有音乐，不错。OK，这里吗？The dog seems well trained，就是训练到很好，这只狗。跟着它来到这里了。我知道你就是在赶着，你应该拿一些水果、果实，就是在那个火车那边了，是一种哦，这个吧。所以我们 day 这个是 day 是什么？day 是什么意思呢？哪的意思吗？在哪？哪的时候其实要等呢？在哪？然后我可以看到下面一直讲我的那个，就是有经验值这样。Touch the magnifying glass，就是碰这个右下角这个。我差点忘记你需要喝一点水，就是清洗你自己一下，冲凉嘛。哦，水在上面，就是这水，然后我们要喝就是按这个。你的身体会 drop，哦，因为你试了。然后 Felix 是什么呢？Remove the dirty，那也是有讲。因为我们肮脏了，所以要去冲凉清洗自己。好的，就是要小心你目前的那个状态效果这边的。然后清洗的话会什么？没有看到，所以我们要做什么？现在好像可以按其他东西了，我差点忘记走是要这样拉住，看他讲什么了，因为都是要问他，还要跟住他吗？还要上吗？我们还没到了，半路罢了。上来上来，直直上来。有什么？Survival Memo One, I'm lost utterly。有一个好像笔记这样吗？记事本。看一下讲什么？哦，这是什么雷龙啊？你有看到 Brachiosaurus 吗？我们不是在 Kansas，没有在 Kansas。你需要就是作为这个野生的先锋吗？在这里是很危险这样啦。这就是为什么那个公司有一些任务的 company。讲着好像不懂什么了，可能我们是被人害到来到这里嘛，测试实验品吧，来到这个生物的世界。